你好，新娟中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今天啊？我个人就是精神状态都很好，对，因为能够就是再次来到鸟巢，在自己的祖国观自己的同胞面前参加比赛，我就自己觉得很开心，很兴奋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室外赛季开始，一直受伤病影响，所以说这段时间没有系统的训练，受了一些影响，所以没有把自己最好的成绩发挥出来哈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谢谢。